是猫爷给你介绍的第171种味道点心。那是1998年6月的最后一天，正值梅雨季节的上海，潮湿闷热，酷暑难耐，中午的气温更是直接飙到35度。城隍庙、绿波廊酒楼的每个人都坐立难安，豆大的汗珠顺着脸颊流到脖子、胸间、肚脐，但没有一颗敢掉出来。上海绿波廊陆亚明戴着厨师帽，双眉紧蹙，他不时看着墙上的表，又不时检查下已经查看无数遍的点心，只能洗耳朵听着外面的动静。陆亚明来了，来了！不知谁大喊了一声，声音穿过金碧辉煌的前厅直贯后厨。陆亚明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，但又有种如释重负的快感。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、夫人希拉里、女儿切尔西以及总统岳母一行，在结束了上海的直播节目后，乘车来到豫园游玩用餐。午饭就选在陆亚明所在的绿波廊酒楼廊艺坊包房，这是绿波廊接待的第一位美国总统。精心布置的餐桌上摆满了各色各样的精美小点，所有的点心都出自陆亚明之手，每上一道服务员都会仔细介绍其名称、原料和寓意。克林顿也乐意侧耳倾听，然后细细品尝。服务员 L 陶醉厨房一道晶莹剔透的桂花拉糕引起了克林顿的注意。要知道，为了此次中国之行，克林顿早在国内练习了一个多月的捏块技术，可碰到这又糯又软的桂花拉糕竟然也犯了难。桂花拉糕每咬一口必粘在筷子上，但吃到嘴里却香滑甜软，混得淡淡滑香，丝丝酒香，一点也不沾牙，总忍不住还要来一口。机灵的服务员看到克林顿筷子粘住了，赶紧再给他换一双。就这样，一块小小的桂花拉糕，克林顿竟换了三双筷子都没停嘴。他还发现新大陆般兴奋地对身边时任国务卿的奥尔布莱特说，你不要怕，尝一尝，非常好吃，非常好吃。这便是陆亚明有名的三不沾拉糕，后被称为克林顿拉糕沾盘、沾筷、不沾牙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克林顿的女儿切尔西跟每个在江南长大的女孩一样，最爱吃萝卜丝酥饼，甚至在大快朵颐地享用完自己那份后，又举着筷子跑到邻桌。邻桌只有九个人，剩下一只把桌上剩的那只也吃了，还边吃边对宠爱他的老爸说，这个我也要吃的。克林顿一家就这样有说有笑，开心又满足地品尝着一道的小点。绿波廊的气氛也由开始的紧张压抑变得和谐欢快起来，倒是楼下克林顿的保安们一个个着急得满头大汗，原本计划只有20分钟的用餐时间，竟生生被吃成了一个小时20分钟，这在接待史上前所未有，不知上面发生了何事。原来在极致的美食面前，再厉害的人物也不过是最简单的吃货。这次接待之后，绿波廊的点心更加出名，点心背后的陆亚明也出了名，而彼时已经做了12年面点，身为绿波廊面点总厨的他却只有28岁，跟现在的我们差不多大。1984年16岁的陆亚明刚中学毕业，就从苏州来到绿波廊做学徒。虽然附近陆口渡那时早已是沪上赫赫有名的苏式点心泰斗，可家传名气带给陆亚明的没有所谓的方便，只有更多的期待、压力和责任。他跟师兄弟们一起住在绿波廊酒店的员工宿舍，楼上宿舍，楼下作业。用他的话说，酒楼就是家，家就是酒楼，只有上班没有下班。每天一大早，陆亚明总第一个爬起来，一头钻进厨房，围着面团团团转，一泡就是一整天，下班了也不肯早回去，还留在厨房接着练，等大家都睡了才最后一个悄悄摸回床上。他学徒一年等于别人练五年。服务员 L 纪录片《上海工匠面点》做出来，一个个似江南美女玲珑雅致，而案板上的功夫却非得有刚柔并济的铁汉气魄。几十公斤的面团白乎乎一片，跟他的色彩一样单调乏味。陆亚明就这样不急不躁，从鸡鸣揉到夜半，硬了不行，软了不行，劲大了不行，力柔了不行，直至千柔百炼到刚刚好的境界。服务员 L 纪录片《上海工匠》每天都累得胳膊都抬不起来，腰也酸，背也痛，也想过偷偷懒，差不多得了。也曾在苦练刀工割破手时向父亲抱怨，而父亲总是那句，切掉三两肉刀工才能好。
服务员 L 纪录片《上海工匠》连鲁迅都说，那里有天才，我不过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功夫都用在工作上。就像作家格拉威尔的一万小时定律，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，并非天资超人一等，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。只要经过一万小时的锤炼，任何人都能从平凡变成超凡。和面、擀面、卷边成型、切胚、包馅，三十几年来，陆亚明花费在面点上的时间早已远远超过一万个小时。一斤面粉放二两左右的猪油，然后再放四两左右的水，水的温度和天气有关系，天冷的话水温要高点，天热的话就用常温水。揉面时要不断观察它的油分、水分有没有到位，这些多年实践总结出的经验门道，在他嘴里娓娓道来，听上去是如此简单随意，背后却不知是多少日夜的咬紧牙关。1992年，年仅24岁的陆亚明获得首届中国烹饪世界大赛中式面点的金牌，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面点冠军。三年后的上海轻工技能大赛，他又创下一分钟摘145只点心胚的记录，每只大小重量丝毫不差。原本7克面粉规定一分钟摘70只胚子，陆亚明一口气就摘了145只，平均每秒钟摘两只多，手速之快，力道之准，令评委惊叹不已。当把一件事做到极致，技术就变成了艺术。上海滩会做眉毛酥的数不胜数，而陆亚明的眉毛酥却能做到酥层厚薄，间距绝对一致，边角褶皱分离不差，堪称沪上一绝。简单却不普通的枣椰素，坚守老祖宗传下来的古法，只选用上等马牙黑枣，清洗去核，大火煮小火炖，光枣泥线准备下来也要近10个小时，只为最地道的老上海味。他设计的凤尾烧麦，在烧麦外面的整体造型上加入青菜、火腿末、蛋皮丝等，最后用虾仁点缀，连挑剔的英国女王吃了都连连称赞。他为元首夫人们制作的小点迷你粽、顺风叶、长寿桃和葫芦酥，既有江南点心风味，又有寓意美好的中国传统元素，匠心独运，内涵深刻，色香味俱全。夫人们一扫而光，表扬我们没有直接听到，但是从收下来的餐具看，没有剩下的赤豆小粽子，扎上13道线，一指汉字符的13画笔画，寓意福气来临。用菠菜汁调色的顺风叶，寓意平安顺利。长寿桃调的是米线汁，希望健康长寿。葫芦酥祝愿吉祥如意。还有一次，巴黎老佛爷百货的董事长来店里吃点心，有点试探意味的说，能否在点心里面加入百货元素。从不说不的陆亚明跟团队一起苦思冥想，已经想出了拎包酥的妙点子。以 LV 经典手提包为样式，棕色的手柄部分由可可粉和面粉制成，正反面则由油酥面做出纹理感，两侧以白芝麻点缀，内馅还有蟹粉、椒盐、腰果两种不同选择，活脱淘点新界的 LV。 34年来，陆亚明累计接待过60余批中外元首和政要，其他各界大人物更是数不胜数。但在陆亚明看来，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口碑5元一块的克林顿拉糕、38元一套的夫人套点。陆亚明每次为元首们设计的甜点也都遵循着操作方便、好看、好吃、可以长期供应的原则，不能招待完贵宾们就束之高阁了，要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吃到。而且最重要的是，不管是元首还是普通百姓，谁来绿波廊吃点心都是一样的，我们点心的精致程度和制作的品质要求绝不会有所降低。他也从不吝啬把自己的手艺传承给更多的人。今天绿波廊扛大旗的面点师傅一大半都是陆亚明的徒弟，而且散布全国、日本甚至欧洲。他总说一个人红不算什么，要一红红一片，这才有希望把中国的传统面点发扬出去。所有人前的风光都是背后傻傻的不放弃，所有成功的背后都是不为人知的苦心孤诣。 N 部分图片和资料来自大爱东方上海工匠纪录片《瞭望东方》陶醉厨房版权归原作者所有。